师姐，江城，怎么没有人啊？结界就是拿来破的嘛。你转身。啊？哦。这什么？姑苏蓝氏家规。这么多。把酒放下。既是来听学，瑟瑟你今晚触犯了多少蓝氏家规？我说，还好我没生在你们这么古板可怕的姑苏蓝氏。这云深不知处进酒，那我不进去，坐在这里喝，总不算破禁吧？凡入蓝氏，以遵循蓝氏家规，不可坐无端正，不可疾行，不可喧哗，不可以大欺小，戏弄他人，不可无视他人，肆意放纵，不可借人钱财，可堂迟到。不要，在。既然你已经不用听我讲了，那我就来考考你。我降妖灭鬼奸邪为的就是度化，你不但不思度化之道，反而还要激起怨气，本末倒置，罔顾人伦。先生，有些东西横竖是无法度化的。
何不加以利用啊？大禹治水一之，色为下策，书为上策。这镇压即为色，岂非下策？先生，灵气而气，怨气而气。灵气处于丹府，可以劈山填海，加以利用。这怨气也可以，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？那我再问问你，你如何保证这些怨气为你所用，而不是戕害他人？我尚未想到。你若是想到，各世家就容不得你了。滚！去藏书阁抄一千遍李泽篇。谢谢。王姬，你去将他带到藏书阁，不抄千遍不准离开。是。云山后山难道真有什么秘密？哎，姬兄，原来是你啊！哎，姬兄，我刚不是故意的啊。你说你也是，不声不响，问也不问，害我一点准备也没有。完成。无聊是吧？我就知道你要说无聊，你能不能换个词，或者加两个字啊？无聊至极。果然加了两个字，谢谢你啊。我在。哎，拦着，注意仪态啊！我今天也是带了剑的。你家藏书阁还想不想要了？不知羞耻！这种事情也要羞羞啊？你不要告诉我你没看过啊！我不信。你出去，我们打过。哎，不打！云深不知处，禁止斗殴，你不知道啊？蓝湛，简直暴殄天物啊！你真的，滚！好你个蓝湛，都说你是皎皎君子，则是明珠，最知礼不过。我今天看也不过如此了。这云深不知处，禁止喧哗。你竟然敢叫我滚！滚滚滚滚就是了，我最会滚了，不用送我了。